去过很多国家，啊，他白天可以从事西方语言，那么这是夜间的这个语言，这夜间语言的灯光，好，这是这类语言是极稀罕的语言，所以夜间来自这个可能，我看小琉球，这是夜游小琉球，他看，来南岗，来这短，光留下来。他来说大湖湾，也留在大湖湾很勇敢，这里他才不会变成说，开始讲多的，他们不是享受夜间的风光，所以我整个都爱看。